先让我们看一段影片。所以我今天打算来做个实测，统计台湾的新闻出现韩国瑜的次数到底有多少？它是唯一一个韩国瑜新闻超过其他新闻的电视台。另外就是如果针对不愿意合作的电视台呢，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在 Join 平台上面提案，那请政府来做回应，是不是请他们 BONCC 或是修广电三法，那让电视台可以把这些资料主动公开出来，让我们军营社群可以使用。好，哎呀，我讲得太快了。那个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在前面。那如果大家对那个乡民看电视有兴趣的话，我会代替这个你参选的 Ronnie 先来 hold 一下这个坑。那请大家可以来找我，可以跟大家说网址在哪里，要怎么点啊？那我不会用的、会用的都可以来找我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因为那个新参者参与这个课，要点滑鼠哦。好，只要点滑鼠。那接下来是。